藕粉，我这个平勺快了三勺，然后搁点冷水，搅拌开啊，整体打湿搅拌开，让它这个粉和这个水它们完全溶解到一起啊。这样，刚烧开的水来了，好，电色儿，拆房子呀？房子，刚刚你家拆，你看，好几天没扔了，快，我现在葱藕粉我跟你说老溜了，右边黑黑的是什么？海松茸。这季节吃海松茸挺好吃，藕粉凉了啊，凉了可以喝了。老婆，你拿了摆个罐儿干啥呀？摆个罐儿干人家给大家录视频呢，给大家扒拉扒拉，你能不能消停点啊？老多果仁了啊！